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0面，580面最后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此弃觉知之意为，以则法觉知，以简则智慧法之真为。前面我们学到此地，这个意思而未尽，还得要补充说明。法无论是世间法是佛法，如果要想有成就，选择法门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。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，成败的关键，与这桩事情有极大的关系。我们想想，中国在古代历史上所记载的古圣先王，我们的老祖宗确实以简则智慧法来教导后人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与性德相应的是真的，与性德不相应的这是假的。性德是什么？中国古圣先贤说，人心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是赞叹的第一个词句，那就是完美圆满到极处，没有一丝毫的缺陷，这就是大学里面所说的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这就说得很清楚了。自信是明德，明是智慧，与智慧相应的这叫明德。在亲民，这个亲是亲爱，五伦第一句所说的
父子有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凡是有亲爱所延伸出来的种种德行，无一不是知于至善。一个人一生才能够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。这法这种智慧达到究竟，可以说是诸佛如来。那么诸佛如来第一个为一般大众所选择的正法就是十善业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是真的，所以称为十善业道。啊，反过来，杀盗淫妄啊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这是唯一会给你带来无穷的灾祸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观察，去体会，就知道这个智慧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把它摆在第一条啊，你要觉，你要知道选择。啊，选择个人根性不相同，爱好不相同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志趣不相同。啊，但是万事万物只要随顺性德就是真的啊，也就是我们能够随顺十善业道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能随顺伦常八德，它的效果跟诸佛菩萨所说的十善业道无二无别。啊，所以中国大乘佛教唐朝中叶之后就不再用小乘经论四阿含啊，不学这个，用儒跟道代替小乘，直接入大乘啊，这都是祖师大德了见则智慧啊。
啊，这1500年当中，佛法修学正果，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啊，佛法之衰，衰在最近的200年。怎么衰的？我们责罚错误。没有坚持祖宗的教诲，这200年，我们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，相信了科学，甚至我们可以说，我们迷信了科学。啊，什么是科学？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啊。认识科学不是一个坏事情。认识科学，把中国老祖宗的圣学丢掉了，这就是坏事情。啊。所以今天社会动乱，我们居住这环境里面的灾变异常，为什么？有人在想，很多人在想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学了科学的方法论，啊，科学能够发现有灾难，解决不了灾难，啊，能够化解灾难，需要圣贤的叫智慧的教诲，啊，但是现在说起来，没人相信。啊，这个没有人相信的原因也是科学造成的。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。啊，所以今天科学称为物理学。啊，近代的这个物理学。啊，走向两个极端，一个是研究宏观的宇宙，一个相反的是研究量子力学。宏观宇宙是无穷大，量子力学是无穷小，啊，大小两个极端，有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些科学家，他们研究观察，必须有现象。啊，这个现象可以分为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可是，诸法的根源。科学的这讲的最好的，认为这是自然现象，讲的不算错。但是他讲的很模糊，不够透彻。为什么会有这个自然现象？他说不出来了。啊，佛法里头讲的清楚。啊，我们前两年学的
修华严奥旨，望尽还原观。啊，这是隋唐时代华严宗贤首过世的一篇论文。啊，这篇论文不长。啊，完全依华严经。啊，简单明了，为我们列示出来宇宙的缘起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啊，随顺信德，信修不二啊，为我们提出了四大纲领。啊，第一个是随缘不变，第二个是唯一有则，第三个是如何制止。第四个是待众生苦，这是诸佛如来所实现的。啊，化身佛为一切众生做出来的榜样。啊，这样的生活才是究竟圆满的幸福。具足真善美慧也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讲真善美慧是假的，有名无实啊。啊，大乘佛法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这个选择就完全是真的。我们今天要想离苦得乐，不能不重视这一条。说到最现实，啊，现在人哪个不想发财呢？哪个人不想有智慧？哪一个人不想健康长寿？非常现实，走遍全世界，不同的国籍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不同的文化，你问这三桩东西他要不要，统统要，没有一个是不要的。怎样才发财？怎样才有智慧？怎样才有健康长寿？那你的选择，这三种都是果报啊。果一定有因，一定有缘。佛家讲因缘果报。啊，你修因，你随缘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财富的果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因是什么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是财布施、愈施越多，越吝啬就越少啊。就越有限了。
台湾人在现前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上，是一个很慷慨、好布施的这么一个族群。这个族群有福报啊，慷慨布施啊，舍得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要聪明智慧，聪明智慧的因是法布施，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够啊。聪明智慧是从法布施来的，法布施呢，首先自己要认真修学，你不学，你怎么布施？布施就是为人演说，叫法布施啊。演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人看，人家才相信啊。法布施的难，是你要认真去修学，你才有法。像财布施一样，你得有财，你才能布施。你没有财，拿什么布施？可是这个施呢，越施越多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。勉励大家，我在没有学佛之前，人有命运，人一定要认命啊，你才有幸福，你才有快乐啊，命富贵。你有富贵的快乐，命贫贱，他有贫贱的快乐，这叫道啊！幸福美满快乐，实在讲与贫富贵贱不相干呐、与什么相干呢？名利。有关系啊！佛教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，诸法实相，你通达诸法实相啊，与这个有关系啊。通达诸法实相啊，就叫悟道，就叫得道啊，你得到了。理明白了，所以理得心就安了，心安就生智慧，智慧就能通达明了诸法的真相。这个里头有乐，有非常的快乐。你得到了，你可以教别人。永无止境的去教学，你的智慧就不断向上提升。这是获得聪明智慧的方法，这不是知识，这是智慧。健康长寿是无微不至。
欢喜，帮助苦难众生，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。果报是健康长寿。啊，你修三种因，一定得三种果报。这是最现实的责罚。你要是不懂这个道理，你想发财，那得看你有没有命啊。你要没有发财的命啊，你一生想尽方法，你也发不了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命里头没有财，你怎么发？啊，那你懂得佛法了，命里没有财也能发财。啊，我是个例子。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我用了60年，非常有效。啊，老师当年教我修布施，那个时候我生活非常艰难，啊，自己做一个小公务员，收入非常微薄，仅仅勉强的啊维持自一个人的生活，哪有钱布施？张家大师问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有，一毛钱可以，一块钱行不行？一块钱也还可以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，布施的心不能够中断，常常有这个心，尽心尽力去布施，哎，真的越施越多。啊，钱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。啊，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每一年我这个布施出去做好事的时候，美金1000万，没有少过这个数字。我自己都不敢想象。啊，刚学佛的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啊，现在还有这么大的量去布施。老师的话没有骗我，我天天把老师的像供在我面前，感恩啊。啊，三种布施都是他教我的，啊，我采用不缺乏，不问人要钱，不化缘。啊，常常劝大家不要送钱给我。哎，哪里来的都晓得。啊，确实心想事成，想做什么，财力物力都不缺乏。啊，现在岁大了，什么都不想做了。啊，只是想每天能有4个小时讲经，啊，这就我很满足了，其他的什么都不干了。啊，海外的朋友们，你们来看我，我欢迎。我不再去看你了，啊，85岁可以不出去看别人了，啊，所以这法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学佛选择法门的更重要，你这一生有没有成就，这个关键就大了。啊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慈悲啊，我们凡夫愚痴没智慧，
不会选择。可是他们常常叮咛嘱咐教导我们，释迦牟尼佛在《大集经》里头教我们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。我们生在什么时代？现在生在末法时代。末法一万年，已经过了一千年了，往后还有九千年。啊，中国古人的记载，这是历代祖师大德都相信，没有怀疑。释迦牟尼佛出生周昭王二十四年，你们看看普佛大普佛这个记载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啊，迦陵，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啊，元起在周穆王五十三年啊，世尊住世八十年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啊，外国人讲七十九年啊，七十九岁元起的，照这个年代来计算，到今年佛灭度到今年三千零三十八年啊，跟外国人讲的不一样，外国是两千五百零六年是吧？差很远，这个不必去计较，也用不着去考证，啊，这无关紧要，最重要的，我们今天是怎么样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问题重要，其他的不重要。啊，所以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了。祖师大德都劝勉我们选择净土，好啊，净土非常适合于先前这个时代啊！为什么呢？它的经典少啊，总共只有六部经啊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啊，这是三部经，还有一部论往生论啊，原本就三经一论啊。清朝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居士、魏源居士把四十华严最后一卷啊，普贤行愿品最后一卷附在三经的后面，叫四经，叫四经一论啊。诸位如果看到有四经一论的，就这么回事情，你就了解了啊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加得好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看《无量寿经》第二品，德尊普贤啊，可见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修什么法门呢？个个都是修普贤法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菩萨不学普贤法，不能成佛。那菩萨要成佛呢，一定要修普贤法门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普贤法门是主修的课程，必修的课程啊。所以这一部经附上的好，
应该的。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又将《楞严经》里头“大势至菩萨圆通章”附在四经后面，变成净土五经一论，好不好？好，圆满了，不必再加了，到此为止了。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只有244个字，比心经还短，心经260个字。啊，大势至圆通章244个字，可以说它是净土的心经。啊，般若心经呢，是大般若的心经。大势至圆通章是净土的心经，也可以说是释迦如来一代十教全部大藏经的心经。印祖如果没有这个举动，我们疏忽了，大意了，体会不到。他这么一个举动啊，让我们就感注意到了，细心一观察，体会到的是他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49年所说的核心啊，太重要了。啊，讲什么呢？就是劝我们念佛往生净土。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方法很简单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你就成功了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净土经论就可以到此为止了。啊，不要再加了。啊，五经一论，分量都很少。啊，佛慈悲，祖师慈悲。啊，又告诉我们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你要真正懂得这一句话，你这一生没有不成就的。根立的，你会大彻大悟，会明心见性。啊，决定上上品往生。啊，往生就是成佛。啊，上上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，不比阿弥陀佛加持，你就成就上上品啊。啊，不能达到这个境界的没关系，只要能往生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好，到达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你，你就成为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阿惟越致什么？就是法身菩萨。这个便宜可占大了。一切法门里面没有啊，一切诸佛国土里头也没有啊，所以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，佛中
之王。我们前面学过的，这都是责罚了。所以你要会选择法门。一门选择常识熏修，至少10年，10年就学一个法门，心是定的。可是修学之前，你必须有基础，像盖房子一样，盖大楼，基础打得好啊。如果没有基础，修一辈子不能成功。这个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儒释道的三个根，这是基础，一定要做好。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是善业，十善业道经上，师尊说得好啊，这个基础是人天法的根基。你在人道，来生还不是人生啊，也可能你到天上，什么原因？十善业道是。可是你要晓得，十善业道是建立在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的基础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十善业道不能成就。现在学佛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十善业做不到。什么原因？下头没有基础。古时候下面基础是小乘，那我们现在小乘也不要了，儒道也不要了，就变成没有基础。你这个地基永远不坚固，底下的土是松的，这样你才能知道。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跟我们学佛那个关系是多重要，决定不能疏忽。所以儒释道三个根扎得牢，然后你一门深入，五经一论里头，你只选一种就够了。你用10年的时间，一朝一部经，专修、专学，你的心是定的。一般平常人，这个平常人是三个根的基础扎好了的，这种人。没有三个根的不算，应该在3-4年就会得念佛三昧，也就是说他得清净心了。清净心起作用生智慧，不清净的心起作用生烦恼啊。得三昧有个3-4年，他就会开悟啊。
纵然不能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大悟是肯定有的。啊，过去李老师告诉我，大彻大悟，他所悟的是教理，所以他对于一切经呢都能贯通。啊，不必学，自然就会了。那是大彻大悟。啊，次一等呢，这是大悟。虽然不能通过宗的教义，你本宗会通。啊，本宗从净土宗啊，与本宗有连贯的这些经典，你也都能够通达。啊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经通了，一切经自然就通了。你不需要学，自然就通了。这真的吗？真的。有例子？有。你去看六祖坛经，慧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读过经，他在五祖道场住过8个月，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做苦工，啊，对方里面是舂米破柴，干这个事情，所以道场里面的讲堂他没去过，禅堂也没去过，讲堂是解门，禅堂是行门，换一句话说，行解他连边都没有碰过。啊，他开悟了。他凭什么开悟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就凭着开悟。他对五祖有万分诚心，五祖跟他说话，他就得万分利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最后那一天夜晚，五祖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啊，他不认识字，当然没有经书啊。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了。悟了以后，后头不要讲了，完全明白了。五祖衣钵给他，叫他赶快走。啊，找地方去躲藏起来，怕人陷害他，他就躲了15年。啊，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，15年过去忘掉了，他出来了。啊，那根据《坛经》里面所记载，他刚出来的时候在逃难，
路途当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受持大涅槃经啊，我们知道大涅槃经的分量很大，两种译本，一个36卷，一个40卷，你听听卷数就晓得这分量很大啊。比丘尼天天念呢，天天读诵啊。能大师那个时候24岁啊，哎，他在旁边听，听他念完之后，能大师就把他你刚才念的那段的意思讲给他听，无尽藏比丘尼都呆了，啊，真是高人呢，讲的那么透彻，拿到经本上请教。慧能大师说：“我不认识啊，不必拿经给我看。说你不认识字，你怎么会领悟这么深，讲得这么好呢？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。啊，悟了之后，一切经都通了。”啊，他认识字一看就明白，他不认识字一听就明白，一接触就明白。这一经通，一切经通啊，没有障碍了。啊，《坛经》上记载的发达禅师，那是个念《法华经》的人。啊，到曹溪去亲近刘祖。啊，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。啊，起来之后，刘祖就问他：“你刚才礼拜我看到了头没着地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”啊，他就讲了。他念《法华经》3000部啊，《法华经》分量大了，一天念一部，3000部也得10年了，很难得，不容易了。刘祖，《法华经》讲些什么？他答不上来，反过来向刘祖请教。刘祖说：“这个经我没听说过，你既然念了3000部，你就念给我听听。”他念到第2品，方便品。啊，念到第2品，刘祖就说：“可以了，不要再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”把《法华经》大意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在课堂上头着地了，诸位想想，你要想通宗通教，不开悟不行啊！怎样才能开悟呢？开悟是在讲个个人都有份的，所以法门平等。无有高下了，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就开悟啊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华严经上说的，大乘经里面所讲的呢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你只把这个东西放下，你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啊！你跟慧能大师一样没有一样不通达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通，这叫什么？则法
我们学佛应该怎么选择？细说净土就是无量寿经，略说净土就是阿弥陀经。观经里面只讲净土里头两桩事情，一个讲原理，一个讲方法。原理是在讲，就是四个字：净宗的原理。四个字，是心是佛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佛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《观经》上讲的更简单，是心是佛。那方法呢？是心作佛。怎么个做法呢？提出了16种。方法就是16观。16种方法最后那一种啊，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这是第16观。讲绝了。经上讲的很简单的。是心是佛这4个字，像我们如果在此地讲的话，100年都讲不完，字字句句义理无穷无尽呢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义，所以这法是我们事出世界成功失败第一个因素，你选择适当，你很快就成就；你选择不当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中国老祖宗选择恰当，选择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所以世世代代兴旺历史上所讲的盛世太平最近200年把它丢掉了，不学了，不要了，惹来这个灾难古人讲的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不相信祖宗，大不孝不相信圣贤，不相信佛菩萨，大不敬呐！不孝不敬，灾难就来了。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我们再看下面第2：精进觉知。这个觉就是智慧。前面告诉你，没有真正智慧，你就无能力选择。你不知道选择什么好。精进也是如此，没有智慧，你就无法精进。以勇猛之心，力邪行。行正法，这里头讲求可大了。什么是邪行？什么是正法？这就是第一条。第一条呢，以检测智慧法的真伪，邪就是伪。
啊，要以勇猛之心，当机立断，啊，不正当的马上就放下，就把它断掉。啊，标准在哪里呢？邪正的标准，《弟子规》是邪正标准，《感应篇》是邪正标准，《十善业》是邪正标准。至少你要用这三个标准，断恶修善。你才能够永远不失人生。你要不出六道的话，你生生世世都在人道，啊，你不会变成恶鬼出生。恶鬼出生是行邪道，邪中之邪，那就堕地狱了。啊，行正道的人，果报在人天呢。修的福报如果太大了，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你自自然然到天上去了。天有28层，福报大小不一样。七情五欲没断，福报最大的升到欲界，他化自在天。欲界里的最高的，福报最大的，啊，这一层天人的享受。从物质上享受来讲，几乎跟极乐世界相仿佛，差不多。这福报真大啊！缺乏的时候，他没有真智慧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见思烦恼没放下，所以他离不了六道轮回。一心修学禅定，啊，禅定功深啊，生在四禅。四禅18层天，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都是3层天，啊，33是9层天。第四禅很特殊，除了正常的3层天之外，它还有个外道天。哪些人就往生的？修无想定的，叫无想天。那之外呢，还有小乘圣人、三果、阿那含，啊，在那边修行，他们也有5个不同的宗派。啊。修道的境界相等，都在那边，叫无不还天。不还是他不会往下降，他只有往上提升，不往下降。
啊，也就是不退转了。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！无不还天向上提升，根立的正阿罗汉果，超越轮回了。根钝的出不了轮回，他通过四空天，从非想非非想天。在离开六道啊，升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凡是向上提升都要靠精进啊，精的意思纯而不杂叫进啊，进是往前进，决定没有后退啊，这两个字连起来意思就很明显啊，纯而不杂才能向上提升，修得太杂了，太多了，太乱了啊，那就变成什么广修多闻，能不能提升呢？不能够，无法向上提升即使根性大力之人啊，善根深厚，根性大力，是一闻清悟，孩子要走这个精进的路他才能提升，才能超越啊！如果一昧广学多闻，最怕的就是变成所学的那些东西啊，变成了所知障，障碍你得定，障碍你开智慧，障碍你往生，障碍你证果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不能不注意啊！啊，精进两个字，特别注意那个精。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叫精啊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那是精中之精啊！真正把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功夫念到成就了自在往生，欲知时知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？一般讲3年。诸位想想，一个凡夫3年就成佛，谁敢想想？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，真的不是假的呀。40年前，高雄这边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，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。啊，
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的这桩事情，我下了讲台，还有大概是将军乡的那些朋友来听的，告诉我，他们知道，他们还记得这桩事情，不是假的。这样的人啊，才是此地以俭择智慧法的真实，勇猛精进。3年做佛去了，站着走的，没有生病啊。那个时候我在佛光山教书。星云法师买了一块土地，建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，是一片荒山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在佛学院教书，晚上，他们佛光山有常年做工的工人，长工，是将军乡的人。我们晚上在赏月。月光非常好，赏月。他跑到我们里面来，告诉我们这桩事情。是他们的邻居，告诉我们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老太太人非常厚道、慈悲。但是对佛法不懂。什么神都拜，是个大善人。3年前他娶了个媳妇，媳妇懂得佛法，就劝他婆婆，不要到处去拜，家里面设一个佛堂，在家里头专念阿弥陀佛。那老太太有善根，那就听话了。听媳妇话，就真的不出去乱拜了。一心一意在家里念阿弥陀佛，念了3年。走的时候他也不说。晚上走的，吃晚饭的时候，老太太告诉他的儿子媳妇。你们先吃，他去洗澡。他也没有说他往生，他去洗澡。儿子媳妇很孝顺，等他，等了很久没出来。就去看看，真的，他洗好澡了。喊他没有人答应，去找他，在佛堂。穿着海青，整整齐齐，手上拿着念珠，面对着佛像，叫他不答应。仔细一看的时候，他走了。你看走的多潇洒，他不说，没人打闲岔。那么安详的走了。他如果一讲要往生，可能他媳妇儿子又要说很多话了，打他的闲岔。所以他不说。走得那么自在。3年功夫啊。这将军乡这个工人给我讲的，我现在把他名字都忘掉了，40多年了。印象太深了。那么最近前几年，大概前4年吧，前4年，深圳有个黄忠昌居士，30多岁，他做实验，他听我讲经，很多3年去念佛往生，他就发一个愿，念3年，看是不是真的能往生，
在深圳闭关，向小丽护法护持他，两年十个月，他欲知时至，就是自在往生，还差两个月，满三年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黄忠昌在这个官房里面，每一天是念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这会集本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心定下来了。反复三年成佛。这个是人间第一等人呐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他告诉我，人人可以做得到。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干。没有一个人做不到。所以到极乐世界不难啊。只是你不想去。真想去是一点都不难。精进我们要学。弘法利生是好事，这是大慈悲心。特别是在现在时代，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异常，真正能够发大菩提心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好事情。那你要成就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智慧是主，辩才是附带的。有智慧，自然得佛菩萨加持，辩才无碍啊！这不是学得来的。可是这个地方，这后头这六个字重要。念念不能忘记的。力邪行，行正法。正法是什么？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正法，正中之正啊。所有一切障碍你念佛，障碍你心地清净平等觉的，全是邪法。总的要记住啊。第三是喜觉知，这个欢喜从哪来的？从觉来的，觉就欢喜。前面讲觉就精进，觉就有能力选择一切法。那他不觉怎么行呢？觉从哪里来？觉从平等心来。平等从哪？平等从清净心来。清净心从哪里来？从力邪心来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喜，就是孔子《论语》里头第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
那个月就是指喜觉日。啊，这个喜是法喜充满了，喜悦，这个乐不是从外头来的，啊，是从内心里面智慧里头生出来的。啊，你把你所学的习是什么呢？落实了，所学的都变成生活了。啊，诸位现在真正发现，把《弟子规》变成日常生活，把《感应篇》变成自己的日常概念，以这样的基础在修复，认真去学十善业道，敬业三福第一条你做到了，你就会有法喜充满。啊，长生欢喜心呐！啊，也就是一般人讲的，你已经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了，你得到佛菩萨的气氛了，怎么会不快乐呢？怎么会不欢喜呢？啊，法喜充满的大乐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学佛没有得到法喜，没有得到法喜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得到佛法。我天天念经，天天拜佛，天天念佛，天天听经，没得到。这什么原因？第一个原因，你没有从基础上学起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有从儒释道三个根下手，你没有根。啊，好像盖房子，怎么盖都倒下来了，都盖不起来，你地基没有做好。这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？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，名利的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你没有能力抵抗它了。啊，你敌不住，到最后就投降了。同流合污，你跟他走了。他那个力量太强大了，你学佛的力量薄弱，敌不过。啊，所以你还是生烦恼，你不生法喜。原因在这里。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那你要问，我怎样才能学佛真的得受用？啊，得受用的相就是得法喜，你会非常欢喜。啊，你学习会精进。为什么呢？欢喜他，锲而不舍。
啊，你才真正知道这个是人生的享受。啊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他老人家在晚年，学校里面所开的课程全是佛经，啊，这个也是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例子。啊，他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开的课程，大乘佛学。隋唐佛学、魏晋佛学，他开这些课程，大单元。啊，一个单元讲一两个学期。啊，晚年退休，台大退休，辅仁大学请他过去，在辅仁大学博士班讲华严哲学。啊，当时我对于选修这个课程的同学们，我都送他一套完整的华严经，啊，60华严、80华严、40华严，每个学生送一套。啊，很可惜，他老人家79岁就走了。他如果多活10年，对台湾佛教影响就很大。啊，这也是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福报啊！这么好的一个老师，啊，他是从哲学进入到佛学，肯定了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最高峰、最高的哲学。啊，真正在他对大乘佛法的时候，我感觉他已经契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走了，啊，非常可惜。他得法喜，啊，所以他把这门东西交给我。我们学佛有没有得到真实受用？这个方法可以测验自己。真的欢喜心升起来了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灾难现前了，不惊不怖，不慌不张。这是佛法的受用。啊，这个里面有大道理在啊，有大学问在啊。第四个，清安觉知。这个清安是享受啊。断除身心粗重啊，使身心清丽安适，
这是智慧。为什么会得到清安？啊，身心，你看，清利安世，关键在放下，他真放下了。他把忧虑放下了，把牵挂放下了，把烦恼放下了，把习气放下了，所以才得到身心安稳。啊，这个粗重是，粗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压力，他身心都没有。全放下了，每一天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就仿佛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。啊，华严境界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！啊，生活在无障碍的法界。你要问为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法而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啊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。”啊。这个世界本来是极乐世界，是你们自己搞乱了。这话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六祖坛经。能大师给我们说得很好，他开悟了，头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这话说得多好啊！啊，自信是我们的真心，本来是清净。有没有被染污？没有，永远不会受染污。真心啊，受染污的是什么？妄心。阿赖耶接受染污，心性不接受染污，没有染污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你用真心就是清净平等觉，你用妄心这才有染污啊，才有妄想分别执着啊。为什么不用真心？用真心你就是佛菩萨啊，凡夫成佛在一念呢，一念回头，我用真心，我不用妄心，你就成佛了。经上所讲的一切，你全得到了，都是你自己本来有的。啊，如果你用妄心，你跟信德180度的相违背。这个苦难是自己找的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啊，与你自信清净心是更不相关。
可以这么说法，都是迷惑惹的祸啊！一念迷了，惹出了六道轮回呀，惹出了三恶道啊，本来没有啊。那现在有没有？现在还是没有啊。而你自己认为是有，这就是麻烦。所以清安就非常重要，这是学佛最初得到的受用。如果没有这些真实的受用，谁肯学？啊，今天学佛的人很多，不得受用。不得受用，为什么还要学它？求一点精神寄托，时间太苦了。有没有得到效果？没得到。啊，如果是有效果，那大乘经上所说，阿赖耶上，阿赖耶里头啊，种下了佛的种子，只有这个好处。这个种子没有发芽。实际上的利益不在这一生，来生后世遇到佛缘呢，也许这个种子会发芽。会茁壮，会开花结果，那就好了。啊，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你首先要肯定只有净宗法门，只有一门深入长时熏修。啊，许许多多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，啊，这些人为我们做正传。啊，佛教化众生三种方式，叫三转法轮。对上上根人不用说话，见到释迦牟尼佛他就开悟，佛还没说话，他就开悟。啊，根利呀！佛在那里表演呢，被他看出来了，他一看就觉悟了。就为人演说嘛，演是表演。啊，宇宙之间这些真理从他日常生活当中演出来了。啊，上根人知道，中根人就不行了，他看不出来，体会不到，那就得给他细想细说了。啊，用言语宣说。中等根性的人，中等根性是极大多数。啊，这世尊说法49年。啊，现在我们讲知识分子。
说法是对知识分子说。啊，这是劝导大家。第三种方法劝导他不相信啊，他必须自己亲眼看见，他才相信。啊，那佛就用第三个方法，作证转，确实做出证明，让他看到，他相信。啊，叫三转法轮。啊，我们真的看到了，啊，真正看到念佛往生，真的往生不是假的。啊，念佛往生，真凭实据是什么？是往生这个人，临命终时告诉家人：“佛来接引我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”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说完之后，他走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在古代，慧远大师做最好的榜样，中国净土宗的初祖，东晋时代，啊，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，净土宗开始啊，祖师大德们所依靠的经典，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《阿弥陀经》还没翻译出来。我们相信已经传到中国来了，没有翻成中文。啊，翻成中文的只有《无量寿经》，这《无量寿经》是最早的翻译。啊，东宁念佛堂的这123位大善知识，依照《无量寿经》修行。个个成就啊，通通往生啊，殊胜无比啊。啊，这里头有不少学者专家啊，历史上的名人呢，我们在慧远大师传记里面这记载看到的啊，圆公大师在世的时候，曾经三次在定中见到极乐世界，没有跟任何人说。啊，临命终时，这个境界又现前了，他才告诉大家。啊，极乐世界我看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。啊，别人问他，你见到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？跟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一模一样。啊，先往生的
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，他能说得出来哪些人跟在阿弥陀佛旁边欢迎他到极乐世界去？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不是说走的时候啊，身体柔软，头顶发热，那个不见得靠不住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身体柔软，头顶也发热。啊，来生到人间是大富大贵，他也有这个相。啊，所以确确实实证明往生说，他临终时说出来。临终心不颠倒啊，佛来接引他。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啊，不颠倒就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往生第一个要素。如果临终的时候迷惑，靠不住了。啊，所以像现在所谓的老人痴呆症，这个很麻烦。啊，临终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认识了，他就决定不能往生。啊，那人都不认识，佛怎么会认识？啊，糊涂了。最怕的是这招啊，就平时积功累德是福报，我修的福报不响，临命终时响，临命终时头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最大的福报啊！人死了会到三恶道去，都是迷惑颠倒去的。哪有头脑清楚的人肯到恶道去啊？啊，迷迷糊糊去了。啊，去了之后就出不来了。啊，所以要重视无佛里面最后的一个好死。走的时候走得好，这是。五佛里头第一佛啊，好死底下一定好生，他不会到恶道去受生啊。修净土念佛人这种现象很多，他都是来给我们做证明。啊，现前念佛人肯定得的是清安，身心没有压力。啊，我们常讲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啊，虽然灾难很多，没有恐怖，心是定。除了听经念佛之外，凡是有利益众生的事情都做，积功累德了，福慧双修啊。往生极乐世界人都是有福有慧的人啊，弥陀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。善根是智慧
啊，智慧能选择，能信，能解，这是智慧。啊，真干，真肯念佛，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这是福报。这个法门，福慧双修。啊，所以他身心利落，清安利落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能看得出来，他跟别人不一样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一般凡人贪生怕死。对这个世间留恋呢，他不晓得这个世间，他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去啊，他没有想到这回事情啊，得失心很重。啊，占有的念头、控制的念头没放下，所以他的压力就很大，他生活不快乐，活得很辛苦。啊，知道这个东西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彻底放下，你身心就自在了，你才能得法喜，才能真正的远离邪心。啊，把经上的教诲，你真正能落实，心真发了。啊，从你的发喜，从你的清安，就能看出你学佛的功夫。啊，一般人讲看到你的修养，啊，你修到什么程度？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。啊，这个七觉知。我们学到第四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